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了，都肩膀。像不像拍恐怖片儿？我的天哪！不要去！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。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车厢来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了，都肩膀。车厢来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像不像拍恐怖片？我的天哪！不要去！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。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不要去！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。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车厢来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了，都肩膀。像不像拍恐怖片？我的天哪！